一颗颗小糖珠从天而降，合欢山套炸下起冰线。带着给西上山追雪，追到冰线，民众边拿着雨伞边比耶，兴奋模样全写在脸上。我们昨天12点就到了，我们开了4个小时从台中后里来，很开心，终于看到。对啊，第一次碰到的，看到冰线很高兴。6、7点左右从早餐带了就出来了。Lucky， 因为我们一到就下了啦。不畏低温，热血冲上山，来到3275公尺的五岭山上，看到冰线，猛换美景，一切都值得了。同样限定美景，在玉山也有。白色结晶染上树枝，玉山北峰上出现雾凇，让人仿佛来到冰雪奇缘的世界，浪漫满分。稍微要留意在周四清晨以及周五的清晨，这两边呢是一个气温比较下降明显的状况，水汽配合的好，让高山美景一望无一。接下来两天平地低温可能下探12度，还有机会达到冷气团等级。欢迎新闻洪世成、杨格、谢爱全南投采访报道。世界局势变化莫测，你我都身在其中。国际间合纵连横，外交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，无所不争，无所不战。环球大战线全方位观点，与您一起剖析战略，走进环球竞争最前线。